朋友们不要模仿啊，找的人要注意安全，有设备。这片这个杉树比较高哦，比较多，就是每年都会有，但是它不同的一棵树，就是谁来找得到，就是谁跟谁有缘分，所以 也很危险。哎，就这就是野生的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是的。我下来了。起码有10斤，给大煎包。有10斤了。那中午就搬了煎包。小心了，弟。小心喽。哦。到了，没人能攻了，我们来再打。这里有多少斤呢？一点多。十斤多、啊、十多斤、走喽，抬一下去吧。费尽千辛万苦得了这一桶啊，这一桶可能有着10斤左右的糖，回去还要中心力，干干净净的。这个过程很艰辛，但是很值得啊。慢一点，我不要给倒你的，搞得总那么辛苦搞下来。你拿好，提好桶哦。因为这个路有点滑。哇，接着味道。这种甜，为什么这种甜呢？就是那种很清淡的甜那种。对。是吧？这能吞下去吗？这能吃下去吗？你想蹬你就蹬。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啊。嗯。也不是很甜。这就是野生大自然的味道啊。